听？好听。你好听哦，我说我弹的吉他好不好听？好听。谢谢。你干嘛这样？好听啊。我们那个主唱唱歌喜欢吗？不要再纠正我的中文了，虽然我的母语也不是很好，这样让我很难做人。我先回家，不高兴了，罢工。好，那现场有没有第一次来到台东的朋友？不用告诉我。好，第一次来到台东的朋友，我看一下，很多嘞，你们怎么每次都举手？欢迎你们来台东，然后常常来台东的挥手一下。对，常常来台东，有没有常常偶尔来台东的？也有也有，不小心来台东的，还是没有不小心嘛？你们是搭火车睡过头？不是很想来，不是很想来，搭火车睡过头就哎台东哦。好吧，台东好像有土瓜蒸肉，来一下好了，我查一下，我发热带，我喜欢哎。然后还去那个，我们去查，不是骗你们哦，你把手机拿出来，去脸书，真的，我骗你，我1000块给你，告诉你，你拿脸书，拿脸书是什么？拿手机，开脸书，然后查发热带，发是那个发哥的发，发哥的发是哪个？发哥是谁？周润发的发了，好，大润发好不好？发财的发，哎，好，发财的发，然后那个润的润，应该是。哦，发热，第二个是热，发热带，你去查，带就是那个，替代的带，不是，因为我要讲带状性疱疹不好听啊，背带的带啊，发热带哦，然后就是这个就可以去我们的脸书一样，然后就哎真的有人给按赞。然后不喜欢你可以再按一次就会取消，就小心一点啊，小心我咬你。好，那趁你们听我们的歌还在觉得很好听的时候，先跟你们讲，不能不要听到后面后悔了，你们就不会去按赞了。好，现在开始后，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按赞，好，谢谢大家。好，时间很快就过去啦，半个小时已经到啦，接下来呢，我们演唱下一首歌曲。好，我们是台东的，我们发热带是那个，我们的成员都是台东的原住民族。那原住民族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住在这边，然后我们的祖先也原本就住在这边，所以我们叫原住民族这样。然后我们刚刚有唱阿美族的歌，还有卑南族的歌嘛。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也是阿美族的歌曲。那这首阿美族的歌曲呢，以前唱觉得很开心，然后现在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原住民的歌有一种很特别的生命的能量在里面。你第一次唱，或是你唱前十次，你会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哎，我学会了。可是慢慢的，你结合你的生命，然后你越来越知道，就一样的曲调，然后随着你的生命的淬炼，或者是生命的累积，经验的累积之后，你会发觉你唱的每一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你的在自己吟唱者的心里面。那更何况是在听长辈，那像我最近已经半年了吧，半年前是他工作的地方，然后开了一个班。叫做那个什么歌谣班，就是在学我们台东阿美族的。你为什么好像失忆哈、啊？你可以回来吗？去哪里？我开太多班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讲的是伊宁部落的。伊宁部落，对对对。马兰歌谣传唱班。马兰歌谣传唱班，香港话啦。有没有香港的朋友？希望没有啊，我不是故意这样子讲话。然后这个马来歌谣传唱班就是在学整个大马来地区的一些我们现在称为复音的一个歌谣，然后后来那是他那边那时候，然后后来呢就
结束之后想哦解脱，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去上课的，啊，就不用去上课了。结果没想到又有一个新的班又开立了，然后又开始去学，因为本来说哦不要啦，很懒惰，不想去这样。可是又想到你跟，因为我们以前是可能就是听 CD 啊，或者是听这样，就是可是当你真的去跟老师面对面学习的时候，你会着迷，你会疯狂的不停的想要再跟他学，哪怕是一个转音的不同而已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在这个班叫做什么马兰吟唱班，阿密斯好声音，哦，阿密斯好声音，对，阿密斯好声音的马兰吟唱班，不要画圈，等我讲完了，啊，不好意思啊，很没有礼貌，快了快了，我现在加快一点速度哈，哦，好，然后这个呢，我们再加阿密斯好声音呢，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位老师呢，他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音乐的这个课程当中，然后这位老师刚好今天有来，他就是我们楚英文化艺术团的高淑娟高老师，他今天有来，高老师谢谢你。对，然后他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制作的一个在收录原住民传唱的这个歌曲呢，这个歌谣呢，也获得了金曲奖，再次拍手。对，然后我们唱这个歌也不一定是想要成为金曲奖的那个歌手，我们就没有想要这样子，我们就想要去传承我们阿美族的文化的一个歌谣。接下来为各位邀请他带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亚特兰大，对吗？亚特兰大奥运有唱歌。有融合过的一首歌曲，然后叫做我们用中文把它称作饮酒欢乐歌，老人饮酒歌，对，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会吟唱的歌，然后待会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先学习的成果。如果会唱的不要很客气，可以用力的唱。